天空灰蒙蒙，弥漫整个浓雾，能见度只剩下200公尺。九号金门上一机场受到浓雾影响关场，大批旅客苦等半天，无奈的表情全写在脸上。是什么时候比？明天国三最后一次比赛会失望。同样因为浓雾无法回家的这位大学生，匿名在脸书上抱怨，一句句批评字眼，刻意的批评辱骂。先是用不雅字眼说金门垃圾鬼岛气候，连两天都回不去，比搭机去欧洲还久。再骂了航空公司垃圾，接着痛骂金门人多自以为是、多脑残，又牵拖到他遇过的金门人想法低能。而这一骂，文章就被网络平台和赖群组不断转传，而学生也被肉搜出来。握紧麦克风，深情款款闭眼，唱出高难度的陈奕迅《喜剧之王》歌曲。在校园参加歌唱比赛的就是这名黄姓大学生，之后个人脸书留言被灌爆，最后出来道歉发文。各位金门的居民，真的很抱歉，情绪失控导致辱骂了很多人，造成大家的困扰，非常对不起。虽然南大声道了歉，但却是在公众平台留下了这些批评和辱骂，最后还是被肉搜出来，呼吁网络留言还是不能太畅所欲言。记者李俊龙、李玉涵，金门报道。